zote e vëmë, të një me video qitë, të një me kalan fola nga një dhe jo, të një të më kashi dhe në shënë.新密德兰区域塞文河畔的舒斯伯利，正是提出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兼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出生地。城镇中至今仍保有许多中世纪时期所规划的街道与历史建筑。沿着河岸渡口的方向来到轮渡站，才一上船，前来觅食的禽群以食为天的生物特质毫不矫饰。船行缓缓，湿湿的食物投入水中，慈悲的音声潜入心底。啊，所以佛教了解生命有轮回，这个轮回里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你要跟每一个地方的人事物都结善缘。像各位到伦敦或是到英国来求发展，那你希望在英国很安定很发展，那你要怎么做？从今天开始，你念阿弥陀佛或做功德，要记得回向给英国这个国家跟土地，这个很重要啊。那你在英国做生意啊、考试啊、做事情就会很顺利。请记住哦，今天你的儿子要去考牛津大学，他还没有考上之前，你就要开始做功德，回向牛津大学的校长啊、教授啊、整个学校啊，你为他们点灯啊，要这样。这个叫已经积好功德了，就像各位你还没有移民到英国来，就在英国布施了100万美金，你飞机一下，很多人就在机场欢迎你了。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学佛，你没有跟任何的地方或人结过善缘，你就渡不了他。所以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用他的血跟肉体，到处跟每一个生命都结缘，所以他才可以渡他。但是佛陀说，第一个不渡的是什么？没有缘的，他渡不了他。就算你成佛了，你也渡不了他，没结过缘嘛。所以我想各位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走到哪里都要结缘。经过这个大楼，阿弥陀佛，这样可以；经过这个医院，南无药师佛，愿你们都健康。啊，你在路上开车，你也要结缘；南无观音菩萨，愿所有高速公路开车都平安，保证你不会车祸。你在车上挂了很多什么符啊、什么咒啊，一样造车祸。
因为你是自私的，那没有用了。如果你想的是整个高速公路都不要有车祸，你会车祸吗？不可能。这个就是佛法很重要的，自私就是痛苦，无私的慈悲才会造成快乐。啊，当你在开店的时候赚钱，哦，希望每一个店都赚钱，你会发觉你生意很好，奇怪。如果你开店，最好隔壁倒掉，我继续赚钱，你会发觉你倒得比那还快。所以各位呢，所谓善有善报，就是你要用这种慈悲的心态去对别人。当你在路上走，看到有老人经过，他已经拿拐杖了，坐轮椅，哦，南无观音菩萨，希望老人健康，你用心念就好，因为你跟他讲他不接受了。啊，念头啊，愿他健康，愿他快乐。你会发觉你老了以后比别人健康，你会发觉你爸爸妈妈越来越健康。为什么？关心别人才是关心自己，这个叫有智慧的自私啊！啊，帮助穷人才是帮助自己。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法的目的，这个叫大彻。沿着河畔风光，水波粼粼，远眺近看，处处丽景，大圣佛法的慈悲究竟智慧。所以我想谢谢各位今天来，让我们有机会积功德。哇，那牌位那么多啊，太好了，我们就有机会跟这些牌位的祖先胎儿积功德啊。所以我想各位写的越多，功德越大啊。但是有一点，如果写牌位，一张牌位要收10磅，那就没功德了啊。所以我也希望各位以后去参加法会，他跟你要钱了，那没功德，还不如我自己念呢啊。因为呢，动机决定一切，动机决定功德，而不在于你是出家或是寺庙，动机很重要。当你在吃饭的时候，你要想的，愿大家都有饭吃，愿贫穷人都有饭吃，愿孤魂野鬼都有饭吃。你吃那顿饭功德大不大？大，因为你吃饭的那个饱会让他们饱，这个很重要啊。就像我们在佛前供水，各位现在等一下有一杯水在你那边呢，你只要在佛前供一杯水，你心里想的，愿我供水的功德回向给众生，那么一年之内，这个曼彻斯特附近的孤魂野鬼都不会口渴。为什么？因为你这一杯水是供佛的，而想的众生，他们就离开口渴。你供一杯水在佛前回向给众生，因为你也不知道众生有地狱啊、鬼道、畜生道。如果你供一杯水在佛前，然后想着愿所有众生离苦，过去在英国地区被杀掉的水产，包括你自己吃掉的鱼啊，那些海鲜类的众生呢，就得到超度。这个观念很重要啊。以前我们供水都想着我供佛，但是你忘了众生，所以这杯水功德就少一点。Last year the authorities had it refurbished. The cost of £575,000. The largest round. 高拱的行道桥，姿态优雅的坐跨两岸。一座座接连两路的钢铁桥，引着过桥的税赋活水流入英国财库。所以我想我们学佛就是不要自私，要想着众生，那这个桥是最聪明的自私，你就会得到这些功德。不然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在点灯，每个人都在点香，每个人都在拜佛，但是我们得到了功德，没有真正的实际，没有得到那些利益。这个观念是今天要建立的观念。所以我想以后各位念大悲咒，你会念心经念大悲咒，你要想的，我今天在英国有5000万人，所以我念这个大悲咒回向给英国5000万的人，跟在英国过去战争死亡的，跟在英国被杀掉了动物，所以我现在为他们念大悲咒了，那么那功德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大乘的心态，
大乘的心态是所做的一切都想的众生，所以修学佛法各位要改变心态，叫什么？来，母子相遇。你见到妈妈爸爸会不会很快乐啊？修行要修这个。我发觉来到这个英国地区，好像这个就比较淡掉了，对不对？那在美国那更淡了，个人主义太强，个人主义太强了，大家都比较自私，照顾自己就不太容易。但是各位，你现在讲修行了，你要知道众生都是母亲，都是儿子，你要有那个亲切感，这个叫啊，所以这个你就开始有智慧了，有慈悲了。所以刚刚讲了，善思如母重，难忍无量苦，意念常生情。所以你要想的，哎呀，众生很痛苦啊，我一定要帮助他们，生生世世不离开他们。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个叫 Kingston Bridge， 就是金城桥。It was completed in Rome.这边坡望去，红墙黑瓦，绿圆塔的舒兹伯利男子学校，高座体边丘陵，以改变只收男生的传统。历史也像一首无常的歌，总要与时俱进。Shropshire, Worcestershire, Gloucestershire, and then down to Bristol. 这条河流呢，是从威尔斯一直流经这里，从 Shropshire 啊，然后一路的流。Itself was founded in 901 A.D. Right-hand side of the hill, the large red building with the green tower. Darwin didn't go to that school. He went to school where the library is based today. It was completed in 1891.沿岸翠碧的风光景致，但还保留传统的展场习俗，提供国家级园艺花卉的大规模展示。On the right, Franciscan monks, and it was called the Great Rise Bridge.The building's on the left side, Shrewsbury School Boathouse. They'll all be out on the river shortly, rowing away.气候变迁为这个四季分明、风光明媚的水岸都城带来的新愁，犹如趁会之余修行般，叫人戒慎恐惧。
29 acres is where we hold the flower show. When it started, they only exhibited carnation. We didn't go to that school. We went to school.行间塔是高龄1101岁的圣欧克门教堂，也是敬业世界文化遗产的英国古董建筑之一。树影婆娑的水岸边，老修道院的风采依旧，但几番物换星移后的今日，历史的城池已成故事，基因与神创的争辩却正待佛法的智慧开始。最后一枪。老董上山打猎已经有几十年的光阴了，每个月他都会到山上的小木屋住一段时间。由于山林中常有野猪和狼的出没，因此猎枪也成了他不可缺少的随身保护工具。狼？刚才是狼的叫声，这里怎么会有狼出没呢？狼来了，快爬上去。这两只狼是从哪里跑进了野猪林啊？他们闯进了这头野猪的地盘，可没有好下场。那头野猪对付这两头狼绰绰有余啊。开始打架了，狼总是讲究团队合作的。今天为什么只有一只狼在进攻，而另一只狼却袖手旁观呢？原来是这样啊，难怪那只公狼一直在保护它呢。看样子这只母狼快要生产了，
一只快要生产的母狼和一只瘦弱的公狼，哪里能对付得了身形庞大的野猪？很快他俩便被野猪逼到了绝境。你快走，我拖住他。不行，我不能走，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别想走。老公小心啊。不好，有人类。你这个家伙，没看到人家要生小宝宝了吗？讨厌的猎人，还不快走。好了，你们走吧，赶快找个安全地方把小宝宝生下来吧。后来老董经常会在山林里遇到这两只狼，他俩见到老董总会朝其点点头，像是在打招呼一般。你们俩可要小心点呀，那头野猪可是经常会在这里出没的。看来那只母狼已经生产了，他俩怎么能将小狼独自留在窝里而自己出来了呢？转眼间天气越来越冷了，常年在山里的老董患有一个毛病，每当天气冷的时候，他的腿就冷彻骨髓，隐隐作痛。这里痛吗？这样按着并不痛，但是天气一冷，我这条腿就会痛得非常难熬。你这腿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只能多多注意保暖了。是吗？那可不好办了，难道今年冬天我不能上山了吗？邻村张老伯的情况和你一样，不过他现在好多了，因为他找了一块狼皮包裹着腿，没什么比狼皮更保暖的了。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只要裹上狼皮，那就像穿了火龙袍一样保暖的。虽然老董和那两只狼达成了某种默契似的，彼此谁也不伤害谁，可是这一次老董却为了能够保护自己的腿而准备猎杀一只狼来获取一张狼皮。以前那两头狼经常在这里出没，怎么这几天想要找他们的时候却都找不到呢？什么东西？该不会是野猪吧？哎呀，是小狼，看来这就是那对狼生下的孩子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简直就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老董就这样捂死了小狼，回到家后他便将小狼的皮剥了下来裹在了腿上，而那对狼夫妇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整天在山林里不停地嚎叫着寻找。这狼皮可真是好东西，现在裹着还出汗呢，等到了冬天那肯定非常温暖的。孩子，我的孩子，你在哪里呀？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我们的孩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不要找了。不，我不相信我们的孩子遭遇到了不测，他一定是迷路了，一定是这样的。好吧，那我们继续去寻找吧。他们还在找自己的孩子呀。老公，你看，我们的孩子。天哪，我们的孩子，可恶的人类，我一定要给我的孩子报仇。快跑。狼是有仇必报的动物，从那以后人和狼相安无事的平静被打破了。老董时时刻刻将猎枪放在自己身边以防不测。这些山货又能换不少钱。哎呀，是狼。快走。刚刚真是好险啊。不好，
另一只公狼也来了，我得赶快离开这里。老婆，老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公狼凄惨悲伤的叫声每天晚上都在山林里回荡，这让老董的罪恶感越来越重，他有些无法原谅自己了。都是因为我，因为我的贪婪和自私，害得他家破人亡，都怪我。我一定要为我的妻儿报仇，一定要报仇。转眼间冬天到了，一场大雪整整下了三天三夜，老董也整整被困在山林屋子里三天三夜。谢天谢地，大雪终于停了，这里的粮食都快吃完了，要是这雪再继续下的话，我可就得饿肚子了。趁着雪停了，我还是赶快回到山下的村子里去吧。大雪刚停，很多动物会出来觅食，要是遇到野猪或者是狼，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是带个枪比较安全的。哎呀，怎么只剩下最后一发子弹了呢？看来今天得冒一下险了，希望在下山的路上不要遇到什么意外才好。然而让老董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穿过野猪林的时候，竟然遇到了那只复仇的公狼。真是可恶，怎么偏偏遇到了他？而且我又只剩下一发子弹了，如果我这一枪没打死他的话，今天肯定会被他咬死的。那是猎枪，那玩意儿能轻易地将我杀死，不能大意。今天我一定要为我的妻儿报仇。那是什么在动？怎么搞的？竟然野猪现在也跑出来了，真是太糟糕了。哎呀！啊呀！可怜的家伙，我如果不帮忙的话，他今天一定会被野猪杀死的。但是如果开枪的话，可就没有子弹了，万一遇到危险，那要怎么办呢？哎呀！算了，不管了，这最后一颗子弹，就算我还给他的。赶快给我走，否则我一枪崩了你。他这是要干什么？他不会还想为自己的妻儿报仇吧？老董来到山下后，便将绑在腿上的那张狼皮烧掉了。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每次上山的时候，他都会带一些食物，放在公狼经常出现的地方。但是那只公狼却再也没有在这片山林里出现过。看来他已经离开了这片让他伤心的山林了。对不起，是我毁了你幸福家庭，我发誓之后一定会放下屠刀，不再打猎的了。对自己的独生子一样，我们要以佛为榜样，慈悲爱护一切众生，愿各位早日成佛，帮助一切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慈航法师外貌似相传中的布袋和尚，身着南传袈裟，此乃法师一贯所现之罗汉像。然而法师圆寂后的成就却明确告诉世人，这是一位肉身菩萨，即所谓外显声闻相，内密菩萨行。慈航法师的生活观：我的物质生活是随缘，好坏不拘，有福也享，有苦也受。我的工作生活是一张嘴巴和一双手，终日教书和写作，而权力是不拿薪俸，义务倒是忙个不休。想成佛吗？无所谓，想生极乐世界吧，也不见得，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此他强调教育、文化、慈善为佛教的三个救命圈。慈航法师于世纪前立有十训与遗训教戒徒众：一、清净名师；二、依部两拜；三、精研三藏；四、严持境界。五、常念圣号；六、勤行礼拜；七、念众生苦；八、发菩提心；九、济物众生；十、志愿成佛。慈航法师遗训：一、奉劝一切徒众时时反省为要；二、每日动念行为检点功过多少；三、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四、如果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掉；五、法性本来空寂，因果丝毫不少；六、自作还是自受，谁也替你不了；七、空花水月道场，处处时时见好；八、望尔广结佛缘，自度度他一遭；即曰：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来来去去，永无休歇。纵观慈航法师的僧伽生涯，除了了生脱死以自度外，更注重弘法立身以度人。无论是修持、德养、学行等，具足了人天师范之楷模。
慈航菩萨法语精选二。法语摘录：我们要学佛，就是学佛的智慧，学佛伟大的人格，但常有种种逆缘障碍阻止我们。这种逆缘有八种，也可说是八难。一，人生难得；二，中国难生；三，六根难具；四，佛法难闻；五，名师难遇；六，道场难逢。七，良友难及；八，信心难生。有此八种难，如是使我们长流轮回，无有出期。五戒十善是做人的根本，今生有幸得人生，但来生仍能得人生吗？那就要看今生所做之事是否合乎来世还可做人的标准。做人以什么为标准？是以严持戒律为标准。若能持戒严谨，来生人生定可得到，否则难有把握。所以来生是否可以为人与否，此事不必问他人，只要问自己有无破戒，就可以知道了。故我们学佛的人必须先明戒律。一，需将戒相逐条独守；二，需研究其智力；三，需要实行持戒。若犯了戒，并同犯了国法一样，学佛的人这点是最要注意的。二，但你们犯戒我不知道，我犯戒你们也不知道，这只可以骗人，但不能骗自己的良心。若真犯戒，要堕落三途受苦。三，五戒是常识之戒，但道心一发，恒心难守。五戒要毕生持的，若受戒不持而犯，勿说欲成如汉，就是做人也难。若守得戒，乃是不落地狱，可得人生，这我可以保证。至于来生有饭吃否，那我就不知道，但我可以保证你来生做人。一，世界上没有衣食住的人很多，没有父母兄弟和有口无鼻有手无足者亦很多，若要做个完整的人，就要守持五戒。
因为五戒是保持人身布施的方法，而十善是保持衣食不缺的方法。二，单持五戒可得人身，衣食难保，若兼行十善，勤修布施、忍辱等，来生不但可得人身，且具有衣食住的丰美。所以要勤修五戒十善，才能完成我们做人的品格，达到成佛学佛的愿望。慈航菩萨法语精选三，如何做一个完全的人。一，如果要保持来生不失人身的话，就要学持戒。二，如果做了人又要丰衣足食的话，就要学布施。三，如果做了人要相貌庄严的话，就要学忍辱。四，如果做了人要精神康健的话，就要学精进。五，如果做了人要身心安定的话，就要学禅定。六，如果做了人要聪明智慧的话，就要学般若。我们要做人，要成佛，都不能离开这六种波罗蜜。罗汉脱空波，大象披璎珞的典故，说明了做人布施和持戒并重，福德与智慧双修的重要性。虽然真正要做成一个完全的人，那就非成佛不可，其余的人都不能算是做到完全。然而人成即佛成，我们先从做人开始。为什么要学佛？何谓学佛？能学者人，所学者佛。要知佛是什么，做佛又有什么好处？若明此理，乃可以研学。学佛分作三层来讲：一，为何要学佛？二，学佛有何好处？三，用何方法可以成佛？一，在未成佛以前，要教化众生。欲教化众生故，要摄受众生；欲摄受众生故，要有福智。若没有福智，只可教化一二人，但不能教化多数人。二，福智即由摄受众生而来。若摄受众生，
则当先行布施，众生无一送一，无十送十，要使对方之人皆大欢喜，但须以真实心，乃能感化人也。三，何谓福德？德是从恶人来，若无对方之人，德从何显？故福是果，德是因，人人皆想得福，但福哪里是一想就来的呢？普通所谓福自天生，实则是福由心造。精进在六度中的重要性，因为能于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等勇猛精进，则福德圆满，于念佛、参禅、持戒、忍辱等勇猛精进，则智慧圆满。福至圆满，就可摄受众生，就能化导众生，而圆成佛果。故福德智慧从六波罗蜜而来。慈航菩萨法语精选四。上有四摄法可以摄受众生，布施、爱语、力行、弘誓。六度四摄为圆满作佛之正因。为什么要学佛？为度众生而学佛。欲度众生，须广行六度四摄之法门，作成佛之正因，所共勉之。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在诸山长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有继回归佛陀本怀，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将佛法传扬于社会，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护生等的慈悲理念，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照破黑暗，传灯无尽。会务介绍：护持弘法，培育僧才，僧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统一编号87515434，通讯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服务电话0398993199，随喜 www.lifetv.org.tw 斜线 adate/sustain.hdn。皓月瑞雪映风栏，蔚然秋林银岩峦，珠穆朗玛之净土，静谧山河隐世国，尼泊尔。地处亚洲文明的交界点，随着2000多年的历史沉淀，孕育出其宗教与文化的多元性，同时深受印度教与佛教的影响。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北邻雪域西藏，三面与印度接壤。从海拔8000多米的世界屋脊，到南部近海平面70米的土地平原，使得它有着气象万千的景致。兰皮尼位于尼泊尔的南部特赖平原，民风淳朴的乡村，人民以务农为生。在与印度相距20多公里处，更是佛教创祖释迦牟尼佛的诞生之地。相传古印度基利国天贝城主善觉王为其夫人建造的花园兰皮尼园，居西元前500年起，摩耶夫人按当地习俗需返回母家分娩，途经兰皮尼花园时，在园内的一棵无忧树下降生释迦太子乔达摩悉达多。那个时候有一天，摩耶夫人守八关斋戒，那天夜圆日晚上在休息的时候，就看到4个天人把他用一个座给他提起来，以后就带到这个浴池洗澡净化，净化以后然后抬到一个像一个四方的莲花台上面。那时候有一只白象，六牙白象啊，嘴巴含着莲花绕了摩耶夫人3圈啊，这个就是要感恩母亲，因为他要借他的母胎啊来示现成佛。当然摩耶夫人没有怀过孕啊，所以他的身心绝对清净，然后以后他的身体也不会再怀第二胎，而且母亲的寿命
只剩下七天啊，所以剩下七天，而且具足所有功德又持戒，所以这样渡台，所以绕了三圈以后，从他的右胁啊，当然按照印度的讲法，婆罗门是从啊头顶生的，然后呢手陀罗不好了是从啊脚底乃至膝盖生下来，然后呢圆满的人他就从右胁生下来。过去始终属于考古状态的蓝毗尼遗址，直至1967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前往当地参访，身为蓝毗尼所具有的独特宗教性与其历史性的意义所感动，期望借由蓝毗尼的存在意涵，向尼泊尔政府提案，体现出佛陀对于众生无尽的教化与润泽，更得以实施意念证悟者释迦世尊。所以佛陀视线成为佛陀是为了报父母恩，报父恩报母恩啊，是为了转法轮，是为了普度众生，那这个是一种愿的波罗蜜，而有这个愿，你要累积这些善根力，让自己有这个力量，就像你发愿要在我，就像联合国要在这边盖这个叫愿啊，然后呢给各个国家希望你们去盖寺庙，有些盖得起来，有些盖不起来啊，有了愿还要有这些力量啊，那盖起来以后还要怎么经营啊，能够让寺庙发挥弘扬佛法的效果等等，那这些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思维，但是决定了以后就要祈请诸佛菩萨加持啊，佛可以这样，我们也应该可以这样，所以求诸佛菩萨加持，如果你发了愿而且你真心的要这样做，那你就有护法神，每一个愿就有无量护法神，只要你一直按照，就像你是乌龟，最后哪一天你会走到中间，不要偷机取巧啊，那这些护法神就永远在你身边，然后生生世世你就会往这一条路，我们叫菩提道啊，然后最后你真能够圆满这个愿，能够不断的普度众生，成佛以后就任运自在啊，千百亿化身的帮助众生。明澈如镜的水池倒映的是佛子们的敬仰与思念，红矮苍翠的菩提树高耸入云，庇荫大地，随风飘扬的彩幡似乎传递着佛陀圣诞的喜悦，分享全世界。今日尼泊尔政府除了将蓝毗尼发展为纪念公园外，更设立信托基金会，专职负责蓝毗尼的总体发展，维护各项建设。国际寺院区由中央运河分为东西两区，一切资源均用于佛法的研究与保存。圣院四周并有尼泊尔、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缅甸等国援建的寺庙，各语系佛教不分国家与种族，一同在此追随佛陀足迹，实践如来圣行。蓝毗尼是全世界佛教徒的光明圣域，象征成佛的无限希望，反映的是来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佛子们因世尊法语之教诲而汇集凝聚紧密相连的心。